酒在佛法里面是列入啊众戒，虽然不是最重的啊，最重的戒我们看比丘戒、比丘尼戒四重戒，杀盗淫妄啊。可是除了四重戒之后，最重的呢，那就是酒了。只有五戒，莫何有九戒？世尊为什么把这个看得这么重？实在讲呢，佛家的戒律，杀盗淫妄是性罪，本身就有罪啊！不管你受不受戒，你犯了啊，本身就有罪。可是酒呢，如果你不受这条戒，没有罪，所以酒是属于遮罪，跟这个前面四条不一样。世尊把这个看得这么重，就是凡是犯四重罪的，大概是先犯酒戒。酒能乱性呐，啊，好饮酒的人，酒醉了，是这个智慧不能做主了，才会干这个杀盗淫妄。因此佛家戒酒啊，就是防范的，不要去犯杀盗淫妄啊这种重罪啊，是这么一个原因啊，我们要懂得啊，所以清净比丘啊，滴酒不沾。今天社会大众啊，竞争不择手段的竞争啊，我们要做个什么样子呢？忍让啊，不念旧恶，不憎恶人，我们要落实啊。啊，诽谤我们的人，侮辱我们的人，陷害我们的人，我们对他尊敬，决定没有一丝毫的怨恨啊！有一丝毫的怨恨，我们就不是世尊的学生啊！在圣经里面，不起贪爱；逆境里面，不起嗔恚。常常保持自己的清净平等觉，以真诚慈悲处世待人接物，这是佛教我们的，我们应当要学习的啊！什么是忠良？什么是柔顺？忠，我们看看这个字啊，这个字也是会意啊，这个心要忠啊，不能偏啊，偏就邪了啊，所以忠跟诚是一个意思啊，要把心摆在正中啊。佛家讲中道第一，儒家讲中庸啊，不可以有丝毫的偏斜。什么是偏斜呢？顺境里面你欢喜了，你的心偏了，
邪了。逆境里头啊，你生烦恼了，啊，你生嗔恚了，你的心偏了，邪了。你在这里就体会什么叫中。中就是弥陀经上讲的一心不乱啊。一心是中啊，二心就不中了，二心就偏了。谁能做到中呢？在华严经上那是个标准，法身大士。利妄想分别执着啊，你的心才中啊！啊，你有分别执着，这个中就没有啊！啊，良善良啊，中落实在形象上，善良。这个意思我们要懂啊！啊，柔顺，柔是柔和啊！你看现在这个世界啊，女强人不好听的，强是刚强啊，吓死人啊！顺是什么呢？随顺性德啊，这个说法标准太高了啊，我们凡夫做不到啊。啊，我们把标准降低，随顺事出世间圣贤的教诲啊，这个我们可以做到了。事出世间圣贤存心行事，他们都是随顺自信的，都是信德的流露啊！尤其是释迦牟尼佛给我们表现的是信德圆满的行路啊，所以事出世间圣贤已经给我们做了个榜样啊，空老夫子事先给我们的五德我们要记住啊，要学习温良恭俭让。温就是柔，温柔善良啊，恭敬忍让节俭，但父子五德了，这是我们要学习的啊。柔顺两个字都在这个五德之中，所以字的意思我们要懂，我们要清楚。如果喜欢我们的影片，欢迎订阅频道，开启小铃铛，也可以扫上方的 QR Code 就能收到最新影片通知哦。